所以你不要认为你自己学的你就是博士又怎么样，你博士也不就是 那一个单元的博士吗？你是宇宙博士吗？不是吗？所以不要认为你自己太行了，然后认为一切都是在你的想法中去开阔开拓，是吧？去解决，那往往走到后面就一定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咔停住了。所以你发现很多什么博士走到四五十岁的时候人生都走不过去了，有没有？有一些吧。你一定要认为生死之间呢，最高的指导原则的导师是谁？天地。当你一旦有了这个智慧的时候，你再回来看你自己的人生就简单许多。我已经听了很多故事了，很多派别的啊，很多不信什么神鬼的，什么博士的、硕士的，什么专家的，他不信的，最后都被整得很惨。重点是最后要让他信，我说那也太累了吧，对不对？你不信也不要直说嘛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非要去跟人家挑战，那么把自己搞得那么累呢？是不是？代表着人的能力还是有限吧，是不是？所以在生死一瞬间之间，你绝对要想清楚，这呼吸这一口气谁给你？天地给你，是不是？再生的时候你有这个心，离开这个舞台你还是有这个心，所以你跟天地间的关系是很好的，很美的，是吧？你再生就没这个心，你说你一旦离开这个时间，你会虽然那时候你是魂，你看到一些事情，但是你会有无限的遗憾。哎呀，我当初怎么是这么傻，觉得自己这么聪明，现在一看，哎呀，但是很多事情已经一幕一幕在那里了，是不是？你所产生的负能量也都产生了，是不是？然后上辈子不能还的东西，这辈子不是这辈子啊，当时又背在身上，未来要还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不能够到位的，你就不要那么崇拜你自己，对不对？退一步，海阔天空，是不是？你不要跟天地在那边争大小。好，反过来，如果你处处以天地为师，是不是？所有的相境，你认为它都是在教化着你，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你就会越来觉得自己越谦卑，越来越谦卑。所以谦卑不是装出来，谦卑装出来没用。你对于宇宙间、天地间很多事情的印证中，得到完完全全、完完整整的正确的真理的观念的时候，你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渺小、渺小、渺小、渺小，而这个感觉会让你越来越想多学一点、多了解一点，是不是？多吸收一点，对你灵魂的成长好不好？好，好。学什么？学真理。不要误会啊，我现在讲的不是说你说要多学一点，明天就买一百本书，说我多学一点，不是学这个。好，讲到这个，我就想到，现在有一缸子什么读书会啊，什么会，什么我们一个礼拜换一本书读，一个月换一本书读，有没有？我告诉你，那读到最后自己都昏了，是不是？今天看这本，明天看那本，到时候两本就打架了，看过也都忘了，浪费时间。不如就是一本的深入，是吧？然后实证，然后得到结果，然后再把这好的去跟别人分享，渐渐把很多东西把它发挥出来，对吧？那你要读哪一本书呢？又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你读一本不治本的，那你搞了半天也是一场空，是不是？你找一本一劳永逸的，这样下去什么都提升了。
所以现在有很多读书会啊，但你看发现那个读书会就是经常喜欢这本书换，他说我们没有错啊，我们要多看啊，多学啊，讲的是没错，是吧？问题是对于他的人生里面会不会帮助，见仁见智。但你现在看到那么多读书会啊，你也没看到 有多少人从读书会里面得到多少，很多人读书会去是 social 嘛，是不是、哦、所以你反过来把一切的心理以天地为主，在想着天地现在要我们散播好的能量讯息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尽我们能力开始做，能做多少是多少。你这么一转过来那就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就像我刚刚讲的台湾的这位学员，他一下有这么有心，觉得太阳圣人你是在为天地做点事，我也想要共襄盛举，是不是？刹那间天地间是不是就加冕他了？你要这个景都说好了，可能还没凑得这么巧，那一秒钟出来，哎，怎么这景这一秒不差就出来在他面前现？这个跟我多年前在我书里面有没有写？这本没有。我以前写过书里面，我曾经写过，我十几岁的时候啊，有一次也是同样经验。那一天是阴雨蒙蒙哦，阴雨蒙蒙。但是我十几岁的时候是非常虔诚的教徒，所以只要是什么节日该要拜的、该要烧纸钱的，我都会烧。嘿，那一天是太阳公公生日，太阳星君生日，所以呢备了香案，是吧？很有模有样的，是吧？就拜了。阴雨蒙蒙哦，但是在我到这个那台湾不是大厦前面还有一小块那个吗？那只能在那边烧啊，对不对？烧还没丢几张下去的时候，我的头是在看着这个烧金子的这个炉里面，对吧？但我发现这个炉的旁边怎么有阳光，我就觉得奇怪。我想说今天不是阴雨天吗？我说这个火也太大了吧，我没几张纸怎么会有火还会有光在这，我不会想太多，想说还会有。隔了一会儿我觉得这个光越来越强，刹那间我抬头的时候，刹那间就在这个云雾的这个阴雨蒙蒙的这个天的这个云层啊，你根本看不出上面什么的，就是一道太阳光这样射下来，就是射在我的金炉上面。这就是当时我很虔诚，所以他太阳公公说 OK 收到你的生日礼物了。所以还是你的心嘛，对不对？你的心虔诚，他能收到的时候他会给你一点好暗示。